有谁？是我，是啊，我。姓乔的，我来跟你喝一碗。哎，昔日面对辽军，你临阵脱逃，凭什么跟我喝这碗酒？今日喝这绝交酒，是与众英雄的往日恩情一笔勾销，我跟你什么交情？不用那么麻烦了，一起来吧。这坛酒就是我与你们所有人绝交的酒。谁先来？那就我先来了。大家不要乱，散开。见不见怪，此人杀父杀母杀师就该毙了，大伙一块上。对，一起上。方才我有一句言语极为失礼，望大师勿怪才好啊。说什么话失礼了？我先前言道，乔峰孤身一人进少林、出少林，诛杀玄古大师，不仅毫发无伤，还掳去一位少林高僧。那便如何？乔峰武功之高，实事实上罕有其匹。我此刻才知，他进少林、出少林，来去自如，原是极为难挡。玄神医，你想考教考教少林派的功夫吗？大哥，大哥，也罢，再不出手，有人以为我们少林派无人的。
是你，公子爷，乔大哥是为了救我才来这儿冒险的，你一定要帮帮他。慕容复，你跟这位姑娘是何关系？这位姑娘是我家婢女，却不知为何跟乔峰勾在一起，而我慕容复这次前来，目的跟诸位英雄一致，就是要制服乔峰这恶贼。至于别的，我们以后再论。 给我杀掉！